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测试的是星勇之歌机的超级 extra， 打算用受罪来通关哦，因为主要是因为到了第八关万金元侠会把 CD 全部清掉，所以我尽量选择就是 CD 少的受罪来玩，目的是这样啊。哦，没猪欸 ，shit！ 我故意锤他，是因为我怕下一回没有猪可以锤。这回合不打算 KO 掉他，因为想看会掉啊，还是 K 掉了。没想说掉一下那个新珠补血一下，顺便多撑一下回合数。因为怪物的等级六风比较难打一点，就怕风击啊。这个狼，我看一下狼的攻击力是。白幽吗？黑幽，黑幽没有看到资料，大概4000多吧。守护神像5000多，先打狼人好了，不晓得哪个比较痛。哦耶！我靠，这个可能会被狙掉哎 ，shit！ 我决定不打这只啊，补血，难度比较难一点的感觉啊！哦，好家在，我操！手残，真的是手残，补一下血好了。哦，这个难度有点可怕，真的。因为50体力是真的蛮可怕的。刚好像天降够威力够大，那我就再见了。仔细想想，应该不能带蛇妖的。可是我刚 CD 有练一下 ，CD 数比较少，看可不可以在这回合集一下 CD。我想要用在下一关了、啊。如果要集 CD 的部分的话，夜迷精灵啊，它是 CD 1的，还是要打，真的没办法存 CD。留一只给我，哎，就是不想要打到那一只，他要去打那一只。这次小力一点点。小力一点，我可以撑一个 ECD。应该差不多吧。哎，跟预计的一样。我这还9回合有点难撑了，下一回合要去火力全开了。
哦，很好，20D，因为我属性相克，所以我一定是先杀这一只啊。那血量蛮多的，一只大概40几万，所以要开机，不然每回合这样扣太多了。如果可以全扫也无所谓，我是觉得。哦，有点手残哦，对吧、啊？如果手残的人，哎，不是手残，就是像我这样手残的这样玩，对不对？如果都给通关了，你们如果技术比较好的，应该通关就更简单了。有没有一回合就打1万多了？这血消下去真是受不了。刚刚好，哦，太可怕了！太多猪了，这个补一下没差。哦，因为我还有这一只和这一只。combo 天降不错，哇，一次5000多哎，血多血越多扣越痛哎，所以等下打到那个最后一关的时候是还好，CD 有2回合可以慢慢补。哦，当然，如果用这边来集 CD 也算是 OK 啦，我是这么觉得。我一回合打血太多了，打一回合血扣蛮多的，有点受不了。今天状况不是很好，我觉得我都一直在发呆。对啊，我这不知道转什么。哎，看看有没有暗息呢？线暗的烟息啊！因为其实要打的位置，只是要打西的，哎，是西还是野？忘记了，就是暗的岩西就对了。那我赶快指定过来。哦，因为到了下一回合是破损的那个石像，其实你在这边反而 CD 都没有发挥到了。不应该叫蛇女过来的，只是说他一直说他很想跟我过来一起打，所以就带他出场这样。因为他这边全部锁技啊，要 K 掉中间那只才会解锁，但旁边两只 CD 血量 HP 4D 血而已，所以我会先打旁边那两只，所以等于从这一关开始，你技能就等于是全部都无效了。哎呀，没卷到！哎，不要打中间哦，好，不要再吓我一跳。这攻击6800，但是你也不能放弃，所以没有用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一直打就对了。星珠要自己留了。哦，为什么要留星珠？因为没办法转星。
转出，好像我不晓得，可能一直想要打到 C 的关系吧。感觉不顺，好像大概平均三到四 combo， 连五 combo 的水准都没有。哦，如果真的技术没有很好，我建议可以玩暗蓝。不是因为技术不好玩烂啊，因为技术不好玩烂蓝听起来很奇怪，其实不奇怪啦，只是玩暗蓝你可以练习你的技术啊。因为暗蓝我有时候去玩暗蓝玩久了，忽然间觉得说，好像秒数变好长了，那么直接他把你 CD 全部拉掉了。哦，这边的话我会在这边处置啊，我不急着把它 KO 掉。哦，这次攻击力还有7000多，其实打也算蛮痛的。我反而不太会想要再下一关处置。这是我个人的战术啦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，不一定会比较好。因为如果一开始来讲，反而下一关打的血量不多。你看，因为我不处一下，下一关我就没技啦。可是不把它 K 掉，我还没血。少一点攻击看看。OK。这样还 OK， 还有两回合差不多。虽然说没有新珠了，可是我想再跟他玩一回合，应该不会死。哦，这样刚刚好，大概是我要的力道。因为再一回合我就有技了，反正他都会死了，就补多一点吧。补多一点，2000多了吧？我们一开始，我靠！对哦，我血不够哎，我攻击4000多哎，我是，哎，好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怕打他大力。哦，怎么那么多猪啊？乱七八糟的，然后水猪有点多。哦，预计打到一半吧，一半我再来跟他开机。目前的话就先转心慢慢补这样。这个比较难的是你要不消猪啊，不消猪也是一个难度。我说真的，啊，消到一个了，好，现在再做一个。哦，这时候运用转猪，因为血量控制很难啊。这个问题比较大，在越战勇士攻击4000多，越战勇士多勇哦，这个很难评估啊。因为你要考虑到落珠的时候，不会攻击到他啊，打到了，小力点，不要死！哇，我靠，刚刚好，这个意思就是要全力打，因为。你可以看到这个血量大概一半再多一点，他不死我就要死了血。哦，为了知道 combo 数还有血量到下一关的问题，我决定是这样打，因为我有两回合，边补边打这样。combo 兽出来了，可是有几颗没消到，大力一点。哦，还有一回合，所有 CD 都没有，所以现在就靠我的力道了。他的血量62万，这样有点危险。60100除以现在大概1/5，要打12万多，有点危险。应该大概就这样吧，我好像也做不出更多了，先降一下，
上天保佑，不要剩一滴哦，好加载。哦，有够难打。哦，碎 ，CD 三，漂亮。看到 CD 三，我整个爽度就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个转珠完全就觉得哦，好像很好转了。哦，蛇女可能有机会出场了。她正在想着，哦耶，太好了，我可以出场了。因为其实这一关说真的，最后一个王反而你会觉得很轻松哦，一二三四或四只转星虫，所以基本上到这里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。问题就是那个前一关的暗影剑好了，你兽队要一波爆发真的是比较硬啊。说真的，兽队就是平均输出高啦，可是你打 BOSS 的时候一击必杀威力比较弱。有时候玩不要太得意忘形，要记得补血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你看，完全没有输出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重点是血先补满再说。星珠不太多，一二好转光珠，这时候都 OK 了。不要来给我白屏就好，不过白屏的问题的话，那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修改的一些方式，最近有改善很多，好像自从用了那个白屏改善的方式之后，目前好像是没遇到白屏。这个晚一点再跟大家分享。哎呦喂，没有削到，我自己把我猪弄掉了。哎，把蛇女的手中有用了。不过我还是想要先补血啦。嗯，看一下。好吧，直接出招。哦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说攻击数太多了，所以我决定这回合就直接拿来用了。因为基本上打都不是问题啦，我是这么觉得。你看，还是很多攻击数。哦，因为你攻击数太多，反而你没办法补血啊。好像这时候我就可以开那个，随便看你要开哪一只啊。我是猪多，哪一个猪猪多就开哪一只就对了。可以看到，我都还有时候就是故意把新猪留下来。哦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可以用在之后的战斗上使用，就是下一局啊出现之类的。不过也没有说太必要，一定要特意留啦。像我现在场上攻击珠不多的话，我就把那个杂珠消掉，留新珠。因为下一回就出手了。基本上兽队有这样的组合，你只要第九关过得了，我觉得应该其他关卡难度不难啊。好像这个尽量隔开。像我刚穿一整串新珠，哦，那个完全都没补到。补血主要就吃康宝，2 4 6 2 4 6 7 2 4，好像我就开这个比较多的。
来不及转无所谓，那三千多这样，三千多而已，看起来好像很多，其实也还好。哎呀，来不及隔开，有点危险，开一下，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。哎呀，心智全部狗做会了。哦，转心虫好就是有这个，转心虫多就是这个好处啦。因为我考量到用转心虫，主要是因为就这个原因啦。因为这个关卡说简单，也不是说太简单，说难又好像有一点点难。因为它中间一整坨，我也没去看它，直接就冲过去了。啊，因为五只这样一直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基本上血是用不完的。打得过那个黄文号角洛基的人，应该就知道了。可是洛基也是这样扣七十发的，你那一关如果可以慢慢这样玩过去，这个关卡应该不是太大问题。哎呦，差点转过去！先看一下血的部分，三三二，你不要到这时候还被狙掉，这个就真的会当场泪奔啊！K 掉了，有没有掉卡片呢 ？Extra 听说比较容易掉了，听说血。哦，高级已经打到卡片了，因为主要是要打那个 C 的部分了。我经验值还蛮不错的，蛮多的，5000。然后这张是我打到的眼，好吧，这是兽队通关的一个方式给大家参考。有一点危险啊，不过如果第九关过的是还蛮稳的啦，好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